小军常打他。小的很快哎，会折衣服嘛，然后他就故意拿了袜子啊，要塞到我嘴巴里，然后我就一直跑，一直追，然后你敢告诉妈妈，我就打你。我以前想当个工程师。你了解什么是工程师吗？因为。你过来，你以为戴安全帽拿报纸的就工程师？因为我姐她是在做做 SPA， 做在她在做按摩，她的朋友后，对，她的朋友，然后她就想说，哎，小姐你很漂亮，哪一组的？就那个小姐，不是，我不是原住民，我就是来台北十多年的。那口音就是原住民来，然后就成了什么了？金曲歌后纪晓君小姐。非男主，非男主，嗯，台东嘛，太麻里隔壁，对，太麻里隔壁是资本嘛，嗯，那资本也是非男主啊，哦，然后王村是泰安村，泰安村就是张惠妹嘛，哦哦，也是你们非男主，非男，所以说台湾一票金曲奖都在台东，对，那个奖牌嘛，那个讲座都在台东，现在都放在台东一票，那你们也可以从我们家算起的话，300公尺都有得过奖。所以他们那边金曲奖，南黄村是金曲村，他们那个金曲就是结束以后，大家结束得奖了哦，没有感觉了。我记得我们同学就因为都是原住民，就可能就没有习惯穿内裤还是干嘛的，真的？那以前都要穿制服，没有百褶裙，就老师都要翻裙子打，就哎、欸、怎么？翻到就光屁股，然后就连续一两个女同学，还不是男同学哦、喔。你说男同学脱裤就算了，然后女同学翻裙子是整个是光的，哇，老师先打，还不止一个啊。对啊，为什么没有穿内裤？对，因为他们没有钱买洗衣粉，没有洗内裤啊。哦，物质比较缺乏，物质比较缺乏，不多啦。哎呀，那很尴尬。对啊，然后班上同学都会就。会笑这样。可是你们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的老师啊？不管是原住民也好，或者是平地的人也好。他老是爱挖屁股。啊？你老是爱挖屁股？上课挖屁股啊？对啊，就是写黑板在这边挖屁股。哎，那个我跟你讲哈，还有闻。还有闻。他还要闻。哇。对。他还跟我们讲说。他在上厕所的时候啊，然后又奇怪什么东西白白的，大概三根筷子那么粗，对，然后就是那个虫，回虫，然后他自己拉出来这样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，所以我的屁股都一直很痒。老师啊，他是平地人还是平地人？他每个人的表情这样，真的很恶心哎。他中午吃人饱。是几周不吃？大家不要误会，我们原住民卫生习惯不好。看到这样的状况，我们会拿筷子。夹在夹条不夹。夹不夹？单纯的迟到而已。做牛龙来啊？你为什么迟到？没有啦。他荡过来没有数啊？家里。蓝雨就比较黑，蓝雨就比较夸张，导雾就比较黑了。对啊，导雾晚上就是不开灯，野狼。对对对，他们往右边是。摩托车跟摩托车晚上是他们宵禁嘛，就是路灯啊，就是反正我多半都没有大灯嘛。我说哇，这骑很快哦，我也骑很快，怎么办呢？转弯了，一定要碰面啊，他们就开始用牙齿。在右边这样，还有一个是在左边。所以牙齿很重要啊，你知道吗？对啊。请问一下，原住民有没有就是唱歌特别难听、不太会唱，或者体育特别烂的？有没有这种人？有啊，是也是有。所以并不是每一个原住民都很会唱歌，比较少吧？还是少部分啊？而且有受保护、有登记这样子。喂。那不会唱歌的，大部分都是被我们排斥那种，不太会唱歌。每次音乐课的时候就是。
平地人要唱歌，但是五音不全的，这是平地人。明明他是原住民，他说真的，平地人要唱歌了。啊，同学故意笑你们，就是说你们原住民腔，对不对？就你讲话有时候嘚啦什么的，其实在笑都是自己原住民像原住民在笑。对啊，其实我们那边啊不是嘚啦啦，我们那边都是呢，哦，你很漂亮吼，我们都是吼，去哪里吼，去哪里呢？这干嘛？对啊，语助词比较多了，像每个族群都不一样啊，像我们那个什么南台湾是北台湾，北台湾就北就是嘚啦，北台湾后面讲嘚啦，不是，就是他们的。他们是一见面的时候，艾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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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莎，曾经就有一个在那个部落水门那个地方三弟们，然后有两个兄弟就是不学好嘛，他没钱呢，他们两个兄弟就是，他们就去抢劫，就跑到那个水门那个地方那个邮局，一进去的时候，拔枪的，麦地堂，出去，就那个他就跟那个枪掉下来。艾莎莎，掉下来，艾莎掉下来了，这样，从那个口音有没有破案？GPR 的执照不行，因为台东的台湾族的尾巴会加一个 R， 就去那里啊，会叫 R， 然后他们就上课啊，人工心肺复苏术的英文叫 CPR， 但是考试啊，第一题就是考这个，它的英文缩写怎么写？大家都考100分，只有两个台湾组考90分。他们就看，是 CPR 啊，不是 CPR。因为我姐她是在做 SPA， 在做按摩。她的朋友后，对，她的朋友，然后她就想说，小姐，你很漂亮，哪一组的？就是那个小姐。不是，我不是原住民，我就是来台北十多年的。那口音就是原住民来的，然后就成像什么了？来台北十多年，来台北十多年，你还是有口音啊，你还是原住民啊，不承认。其实讨厌亮的呢。当一个原住民是很光荣的事情，光荣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华纳，你看你们讲华纳都出唱片啊。华纳唱片啊，华纳微秀啊，华纳名车 ，OK 啦。季姐，分配那个作业给同学写，然后你妈妈就打电话来啦。那你是大姐大了你。我是女王，没有，他还更夸张，是还跟那个人家家长还跟我妈讲说，你的女儿还叫我的女儿帮她倒水呢。你在写啥？你帮我写这个数学的分配，因为同学都很笨。有没有人不从的？我不要。没有，因为会被你打的。第一次不从嘛，第二次就要。没有，老人家就骑摩托车去加油，然后去加油，然后那个小弟不是会问说，请问加什么油？95无糖的，你要加多少？6。停在那个收费站的时候，不是给钱吗？哎，原住民不知道，还问后面的人，你们还要买什么？是两组线。很酷，我还问后面的。等一下，50，谢谢。还有动作，作业长。我以前想当个工程师，是木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？不知道。你了解什么是工程师？因为。你过来。你以为戴安全帽、拿报纸的就工程师？我以前小时候想当老师。当老师？什么老师？因为老师可以打人啊。报纸。扳倒那种。还一定要扳倒。扳倒。哦。专门打人的那种。喜欢领导统御。就可以拿棍子打人。没有，纯粹打人，纯粹打人。没有想领导，只想打人。对。小时候被打得太惨了吗？老妖啊，没有他底下没有人可以打。小军会打他。小军常打他。小的很怪。他折衣服嘛，然后他故意拿袜子啊，
要塞到我嘴巴里，然后我就一直跑，一直追，然后你敢告诉妈妈，我就打你，然后就一直哭。为什么我们小时候都怎么这么得意呀？讲到这一段，你好爽哦。就小心一点啊！你小时候这么坏啊？嗯，我小时候很坏。今天这个比较好。小时候很坏。你自己讲一个，你有多坏？捏老师的耳朵，老师哦，对，老师哦，老师他捏我耳朵，我就捏他的耳朵，对捏，哇，因为他说会不会痛啊，哈，会不会痛啊，会不会痛，我就很生气，那会不会痛，我就捏他，就寒透就对，因为他是在国二的时候，他叛逆期到最坏的时候，嗯，因为那个老师他很爱打人，乱打人，是，所以你就帮同学去教训老师。也不是啊，就那天，反正他就是一直。他也只是一种回答、啊，会不会痛啊？哦，对、啊，会不会痛啊？是啊，就是会不会痛？会不会痛？啊，那我会不会痛？你说你捏他的耳朵啊？因为同学也不敢欺负我，因为我以前打很狠，哦，就自己的妹妹只有自己可以欺负。我这种如果说在我们大都市里已经组成帮派了，那个大姐。